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新房照。一直以来都没有土照，然后今天叫师傅来帮忙做个土照，然后现在师傅过来了，我去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。你看，呀，这个，放心，老姐姐啊，性格，哎，过来。好，接过烟，喝过油。先弄点黄泥啊。这个黄泥我们是那个灶台里面的空隙啊，用这个黄泥填上。大小爷们，放点心还是不快，他们不吵也点心。上一个地方吧，来。来，我们吃饭去了。走，来阿姐。交给魏光，交给你，这边交给亲戚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放各位啊，洗澡了的。哎，这不叫那个叫上来的，你这不回姑娘？来，我接一个。你还不来呢？弟弟啊，上个季这个瓜皮你的还是瓜皮你的？总共八十块钱。啊。